較長又逼嗰啲咯，因為冇截到嗰個比賽作品數目，所以就好擠擁。譬如依家我360度都有嘢睇噶嘛，但冇辦法，你逼到咁嘅時候得前面咯。同埋咧，離得太遠咧，你根本你睇唔到我嗰個 One Piece 係咪先？阿蘇羅啊、山治啊，完全睇唔到咯。特登又黑整落去啊嘛，譬如九龍皇帝又睇唔到咯，即係乜 Q 都睇唔到啦。而家變咗好似係咩啦？表達唔到個意思咁樣。遠得滯啊！遠得滯啊！遠得滯。同埋太逼咧，每個主題真係炒得太埋咧，唔突出啦呢對。嗰、那個飛機就我話咯，747，撚大喎。其實嗰隻戰機都唔錯啊。係啊係啊，嗰、那個叫咩音咧？唔知啊。都係唔知第一架超音速乜鬼啊？可能。第二樣我唔知佢點樣分。其實依個靚噶，佢依個係場景嚟嘅應該。唔係喎，戰機。戰機嚟㗎嘛呢個。軍帽。軍帽啦嗰隻，呢個係應該呢個係。都是軍武加場景，係啦，但係又撈咗我個科幻。咁咪叫成個有啲格格不入㗎，我覺得係格格不入。爭少少，因為逼啫，係啦。唔係，我係中意佢中學。咁你係呢度係軍武嚟㗎嘛？係啊係啊係啊。放個現代嘢喺度咧。哎呀，科幻咯，係爭少少咯，無端有飛天紅豬俠咁樣又爭少少，爭少少。但其實每一個作品你慢慢睇佢咧，好多故事㗎。血灑其實我唔識啊，血灑中山，係啊係啊，佢表達到本地紅嗰樣嘢。誒呢個係佢嘅電影好過。係呢個都好啊，其實佢將個坦克咧變咗遊樂場咁咧，已經係好正。如果你將你呢個擺喺呢邊咧，一睇下咧，嚇咁啊爭好遠啊，好突出啦，咁就變得我。變咗我就好出啦，變得。如果放喺度啊，依家又搞到我，唉，都唔知點咁樣。對麻軍事。係啊。唔係講真，佢都執唔切，佢執唔切啦，佢執唔切。好，仲有邊個作品想講？嗱，譬如依個其實即係好正嘅，其實喺水景上面，這個、但係你放到咁遠，我真係拍唔到咯。係啊，我琴日見佢 set 場嘅，同埋佢個電視機，佢真係揾個舊殼嚟做。真係好啊！喺深水埗買個舊殼，我琴日諗住以為佢整咗，原來真係深水埗舊 Sony。O K 喎，你仲要擺喺度去做乜嘢？係啊，唔係喎，大戰外星人。嗰個就火車舊喺火車。係啊係啊係啊，舊火車站啊，係本身係咁噶嘛。係啊，接班嘅呢，因為佢依度有嚟賣咗嘢啊嘛，所以根本就變得係好逼咯。係啊，係啊，佢依度疏得滯喎，我覺得其實。是啊，喂，依只系新嘅，我琴日冇见过。我仲中意嗰个超人咯。哇，呢度啊，系啦，系啦，你咧都要落去玩啦，佢打机危险，随时顶到啲公仔，好危险咁咯。太多啦，依个琴日我都冇见过嘅咩啊？好逼啊，太逼啦，太逼啦。是啊，一個系列，但是我現在你這樣放一個那麼高的作品在前面，我不夠膽燒埋它咯，好危險咯。這個靚喎，其實這個 detail 它還有故事的，它在整緊整緊嘢，在燒埋它，可能兩個搞的腳不知道是師徒還是怎樣。哇，那個燈我昨天未有的，咁光閃閃，其實同埋佢打電腦色係好長。咁啊係，不過我覺得可能有少少 over 咗，就會變得似有啲似自殺。點解？我中意啊！佢我淨係講呢個勁開個，我中意嗰個作品。可能有少少適量夠爆嗰啲咯，不過火燭冇理由個夠爆唔夠咯，火燭夠。應該再分黑啲，咁就非常好啦。呢個係阿 Gary 龍，係咯，靚啊！哎呀，嗱，遮咗佢個，佢下邊係個城市嚟嘅，高炒落去噶。係啊，遮咗啊，遮曬啊。呢個個場景應該仲邊度？呢個係啦，依個不如嘥咗，無端端嘥咗個位。哎呀，對唔住啊 ，Gary 龍，我只可以幫你。再 promo 一次，啊！
呢個都癲。因為你呢個高嘅作品應該放後面，但係唔夠時間執啦。你琴日你去到成九點左右，人哋喺度交件咧。但係我省完個水。哇！嗱，你嗰個琴日我冇見過喎，又呢個邊個水啊？嚇！浸死咗。浸住咗。你見到佢好簡單嗰啲咯，簡單嗰啲。喂，太大了，太大了呢度。其實嗰度我想睇清楚啲狗仔。入唔到去啦！呢、這個作品咧我今日喺 Facebook 嗰個係外國人嘅喎。其實嗰個靚，嗰個係科幻妖怪嚟嘅，攞獎㗎。我知道啊，但係重口味嘅咯。係啦，你接受嗰種係咪？哇，佢嚿電都好誇張啦 ，support 到喎。是啊，有些是未是去到大師級咯，即是沒辦法啦，應該大師級和這個是玩的 AI 的，是啊，這個 AI 是參加過什麼，我就要解釋一下，因為我問過他啊，他說其實這個人是應該不知道是跛了腳還是什麼位呢，死了，我忘記再說過有故事的，系啊，佢跟住佢好似系真系跛咗嘅，系啦系啦，系精神感应嗰啲嚟嘅，系啊，佢个水景其实靓噶，系、哎、师兄唔好意思啊，你解释过唔该记得咗啲，佢讲到好悲壮噶喎，系啊，烈风咩啊？边个？攞佢个盾去爱嚟挡子弹，所以呢度要加多个飞弹坐落去啦，咁又会出啲啦。咁我明白佢做乜啦？如果唔係變咗好似官員咁啊，官員咁樣，係啊，我咪因為叔叔咁啊，所有嘢逼埋一齊咧，就唔可以逐隻欣賞啦，突出唔到。呢個唔使白件，唔知我白件啩，白件再遊咯。佢都有，我話其實呢個可能應該烈風應該係嗰邊嘅，即係人係人流嗰邊嘅，佢放咗嚟呢度，係啦。我覺得前面想即係除咗地方唔夠大咧，仲好似有啲唔夠冷氣咁樣。咁有啲可惜，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哦 ，YM Studio，OK，OK。呢度我覺得咧，咁其實水彩要啦，自己 3D 係要啊，其實依家係咁噶。你見 Facebook 嗰啲咧，佢做場景咧，搞怪物啊、貓啊、狗仔啊，全部 3D print 嚟嘅。同埋而家我叫係自己做機械係啊。是啊，連頭雕其實遲早都是 3D print 出嚟搞掂。你掌握到上色技巧就搞掂。直接識將文咗啲圖，所以佢再唔係白總賺你錢啊。係啊，不忘打打卡先，唔幫襯都要影下相。咁同埋即係嚟緊 3D print 都係未來趨勢嚟㗎啦，即係自己玩具自己印，印完又可以賣，真係爽。喜歡以上分享咧，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多謝各位，拜拜。